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假装是我女儿？是我女儿的婚纱。我们代表有血管性失智症吗？你是谁？你为什么穿着我女儿的婚纱？如果检测结果没有错，妈，我5年前见过真的嘉欣。拿这个当筹码收拾婚礼的烂摊子吧。把继母耍的把戏，反过来变成她的败笔，对吧？要是妈知道嘉欣不在了，知道她代替我成为死去的高恩祖，那都是。 嘉欣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到8点，中天娱乐台《闺蜜的背叛》。